看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电音嘉年华 EDC， 每年夏天都在 Las Vegas 赛车场盛大展开，邀请200名世界级的顶尖 DJ 在园区内不同的舞台举行这种大型电音趴，还有绚烂的灯光、烟火表演。那么舞者穿着奇特的打扮，然后搭配上这个大型的艺术装置，游客好像置身在梦幻仙境一样。DJ 刷碟震撼耳膜，上万人的双手随着音量在空中摇摆。一年一度的 EDC 大型电音嘉年华在赌城盛大登场。I hope that people walk in and they're wowed. They see things they didn't expect and they live in the moment. They have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they meet new people. They're happy, right? Life's about being happy.一下山，沙漠中400多平方米的赛车场变身灯光绚烂的狂欢场地，将近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DJ 在园区内的不同舞台上带来最刺激的电音表演。造型奇特的舞者藏身人群之中，摆动身躯让气氛嗨到最高点。还有巨型摩天轮以及前卫的装置艺术，加上大型烟火秀在夜空绽放，让游客仿佛置身五彩万花筒之中。游客造型也是一大看点，头戴雏菊，搭配五彩手环和荧光色造型，不怕怪，就看你敢不敢。作为业内最大规模的音乐盛事 ，EDC 连续3个晚上提供不间断的大型电音盛宴，通宵狂欢直到太阳升起，堪称是最激烈的感官冲击。就算门票350美元起跳，预购票一推出就马上被抢购一空。东森新闻马丽婷、李宗尧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